场比赛你们说天地的这个姿势啊，我觉得有点像六七十年代时候的某杂志的封面，嗯，对吧？手再握个拳，头再提高一点，身上穿件绿马褂。六七十年代，因为我毕竟是八零后，不像您老，还是要找一个世纪。对对对大家可以到那个上海的展览中心门口，还有这个中苏友好的那个塑像啊，可以依稀看到 Candy 的这个身影，一个对角线，反正距离比较远。那这场这个地图和出生点都决定了大招不太可能了。刚才那个主局当中看到宁次也发了一句话，说那个战术不是他的战术，所以用起来不好。言语当中就是说第二盘要用自己的战术了。好，我观察一下今天的楼层数应该是可以突破昨天，所以我们就结束的时候是2900，对吧？啊，现在呢，现在在9点钟不到的时候已经到2300多了。这个提醒了观众啊，如果这场比赛是Candy 继续获胜的话，那么今天的直播就第一站的直播比赛就结束了，那么也就是我们要赶紧要抽奖了。对，就是抽奖会在阿龙的这个第一视角秀之前进行。不是今天是 Friend 的第一视角秀吗？你昨晚还做梦梦见的？导播把昨天的那个节目导播干又干了。哼啊！导播在直播时候的权限是在你之上，请不要妄图指挥自己的领导，好不好？对吧？你说 BBC 涨工资，昨天你都说了，导播跟他是一块涨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恨着你呢。龙哥、鞋子哥、鼻哥，能嫁给你们哪位啊？鞋子哥，为什么叫鞋子哥？你想知道吗？我大师说我长了一斜挂子脸啊，不是斜挂子，斜八子脸好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我跟阿龙名花有主了。您也快了吧？啊，我也有固定女友了啊，固定。他固定女友有三个。今天我女友看直播行是吗？嫂子您好。哎，你是哪位嫂子啊？是昨天我见到的那个吧？好吧，这些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有关于孩子的短信我已经存了一晚上了。这是一场关键比赛，不看比赛好吗？回到比赛中来啊，这个玩笑可以开，不要太过分。嗯，有玩家说我跟我老婆就是游戏中认识的，今儿刚结婚。这是 PR 支持游戏风云，恭喜恭喜。自贡的一位人族爱好者手机尾号1025说，我看教主 TVP 的时候一半的坦克都是不架的，可以保持机动性，中国的 T 可以好好学习一下。教主的 TVP 在他的三个种族当中属于是相当的糟糕的一个对抗，所以说他基本上胜率还没到五成。但是可能他的赢的比赛会给人印象特别深刻。教主他的 TVT 和 TVZ 现在确实有点 bug。 教主现在正是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啊。对，你说教主也才年满18，就带着一个这样的头衔，对，就长成这样啊。明天就是韩国 OSL 总决赛的直播了啊，请大家可以明天可以同时明天也是中国前 CS 著名职业选手小荣的生日，因为117明年1月17号。他又生日了？对，一年过得真快。那看来韩国选手都是为了庆祝117生日，所以而举办了 OSL 的。我刚才有人发短信骂了117，你们没看到啊？骂什么？说有这边出引刀了，我们先看一眼。是跑引刀还是空投引刀？跑引刀。他说那个117经常不读短信啊，他一条很重要的球外短信被117给吃了。啊、哦，你看我们都好，我们是一起帮你求的。对，嗯。BBC 在看 PR 论坛，看得乐的这样。各种签名。看到论坛的2394楼那个签名，把他给笑的。2394楼叫注册有效，level 12。那确实，不，但是这螃蟹怎么玩的？我们笑死我了。啊，我们回到比赛中来，引刀出门了没有？引刀没出门。还有几条那个论坛水友的这个消息。你不要再发那个铅笔了。还有其他论坛水友的消息，我也一直在压着啊，这不能再侮辱 F91 了。好好。人家是 Dust Bin
不是那两个中文字，好不好？另外，什么叫第四人战冠军啊？要踩一块踩。第一个没炸到，第一个没炸到，相信我。啊，炸到！呀！还活下来一个。说明这个引刀他聪明了，及时收住了那一半步啊！地球那么大，为什么你要踩在这个口屎上面呢？就那两坨屎，他才踩上去。不，就两个。还有一个在对方门口。他走过去没踩到。他不敢走了。啊，他不动了，这个引刀白造了。外面没雷啊，在这里有雷，他不敢走，造成一字长蛇阵。嗯，必经之路，谁让你走直线啊？你干嘛不绕个路啊？哦，换一个排雷的，换一个排雷的。为什么是我？那人买保险了吗？人柱这边是埋完雷之后直接开二矿。我觉得您次凶多吉少的。又有人说了，这次为什么奖品是衣服了？不是机械风暴键盘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机械风暴键盘最近正在从第二代换到第三代的一个节骨眼上，所以说最近送出的键盘呢，我们稍事终止了一下。那么现在的这个衣服呢，我们身上那几件呢，如果你觉得不满意，过段时间这个第一人战的制服就会出来了。嗯，到时候阿龙会穿上这制服，好好的诱惑大家一下。真悲剧啊！我就想到那两个引刀走出去站在一起被炸一下，生不逢时。对，然后往回走再炸一下。我觉得更加痛苦的是活下来的那一个啊。为啥？因为他觉得他最终的命运也是踩在一颗雷上。还有一刀，哗啦，两个，三个。诸葛亮，你太丢广州人民的脸了。四个，他是广州咱们五个是吧？对，六个，除七个六个农民啊，七个下来。我只能说 Candy 很强，确实很强。我觉得你很强。八个，九个，有第十个吗？十个。好 ，BBC 的文字数学只能数到第十个。是吗？十一个。哎呦，出乎我意料啊！也不快117了吗？重庆潜江的观众手机尾号7831问阿龙，你的衣服好炫啊，请问直播间在哪里？这次的直播间是在我们的这个游戏风云的演播室，位于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东路487号。门口要登记身份证，还有一个四五个保安在那看着你。保安大多体质虚弱，但面相凶狠。不过观众平时也没什么事儿，对吧？你可以给他找点事儿。欢迎惨无人道的来围观我们的保安。本人和保安的关系，大部分保安关系还算比较和谐。哪个不好？其中有一大背头保安，每次都要检查我的证件。反正你进来，然后有人阻碍你，你就突破。突破之后就说：“哎，人说什么了？我要拍你基地了。”是 Candy 发的，看来很嚣张啊。这是选手之间互相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，一种爱的表现，爱的表现。拍基地都是为了爱。这个引刀，他就是不敢动了，动都不敢动啊。他这一场是不会动的。他当年是眼睁睁看着他的同胞兄弟是怎么死的，死在两颗雷上。你同门大队吗？动了，他要死了。好，他曾经 Q 过一个枪兵，也算没有白白来世上一遭了。但是这波推荐很猛，基本上就已经打到死了，我觉得。又是一个引刀，又是直接跪掉。这个容器数量不是很多，所以应该挡不住。哎呀，基地拍基地有了，好，你再给他填吧。这是爱的表现，你爱的太强烈了。不打兵，先把基地给点爆，就地拍，原地复活。好的，这波推进基地漂亮，没打基地吗？看着真的非常强，还是打了基地了。好，这样恭喜 Candy 2-0拿下宁次，同时也给了阿龙一个小时的表演赛时间。
间。